哎呀三口，哎呀三，对，是要这种的，这种才是比较标准的。哎，我们没有 read 这首啊，好了，那我们就不浪费时间，赶快 uncle 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有请杰伦为大家带来这首《可爱女人》。尖叫啊，拜托！对嘛？啊，等下再一次。就我们就有请杰伦为大家带来这首《可爱女人》。耶！杰伦，我不是。休息几分钟，下半场。